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今天呢，我们粉丝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了我们，让我们对他进行一个帮助。具体什么情况，说一下吧。好，聊聊吧。就是我男朋友对我特别特别的小心眼儿，然后他总翻我手机。我和朋友出去玩，他就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打，让我特别没有面子，特别的大男子主义，是特别特别。而且就是我也不是那样的人，相处挺长时间了，但是我不是那种人呢，能感觉到。所以我想找小鹏，然后改变一下他的想法。行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易峰。李易峰。他叫李易峰，是那个李易峰吗？不是那个李易峰。不是那个李易峰，是吗？啊，重名。对。行，那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。今天晚上你给他领到你们小区楼下，然后我俩就堵他，好不好？嗯。OK。期待我们合作能够成功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准备好了吗？好啊。准备好了，他俩一会儿就过来吧。一会儿他俩过来咱俩上啊。好的。我在这看着你。好的。哈尼，你要干嘛去？美女，认错人了吧？李易峰，他就是杨林吧？他到底是谁？我是果果呀。易峰没和你说吗？哈尼，你不是说一周之内就搞定他吗？李易峰，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什么一周之内搞定我？就是前两天他从山东老家回来呀，我去机场接他，他说他特别的想我，然后我们就回到家里了。哎，我家？嗯，我家在哪儿啊？非常难。你还说你最爱的人就是我，你要永远和我在一起。哈尼，你都不承认了吗？你是话不算数吗？算什么数啊！我说你那天怎么给我发完短信就关机了？不是，我手机关机，我手机要充电啊！我第二天早上还接你吗？我说你第二天早上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？谁不打招呼就走了？你承认了？嗯。哎，哈尼呀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呀重感情，你还怕他难过，可是你也不能让我伤心呀，对不对？我等了你这么久，我们该做的也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。我们做什么了呀？我做，哎呀，讨厌！做什么你还让人家说出来吗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到底你会怎么想？行，大姐，咱先别怎么想了，你到底是谁？小鹏快搞，只搞你们想看的。微信微博搜索小鹏快搞，更多猛料等着你。拿我当什么了？玩完就不承认了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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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，你可来了！算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一伙儿的，我们仨一伙儿的，那个什么，我们是做一个小测试。对，看着对你媳妇感情很好啊，外边真没事吗？没事，真没事。其实你媳妇儿也没事儿。对，你媳妇儿想对你说几句话，然后你跟她聊吧，好吧？就是想通过这件事告诉你，大家之间应该多一点信任。嗯哼。一点开。嗯。怎么样？被人赶开的感觉还好吗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好不好，哈尼？哈尼。我在旁边，我受不了，我都要笑出来了。你挺忍的，哥们儿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然后就是祝你俩这个感情呢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握个手吧。好，祝你们幸福。查看我们往期及最新精彩内容，请在微信添加朋友，公众号当中搜索小鹏快稿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加关注，记住是小鹏快稿哟。